华联师是啊，11:15。OK， 時間11:00啊，即係9月4日星期日，星期一嗰台啊，即係天文台啊，就喺10:40就要發出呢個三號強風信號。係雖然嗱呢、這個熱即係呢個風暴馬蛙已經減弱為熱帶風暴，但因為佢啲雨帶仍然都係影響，即係影響緊我哋。但係你覺得輕唔輕？即係用唔用磨槍打八號，其實實際係冇乜可能。即係除非你叫佢再接近啦，否則改八號嘅機會太低。啊，咁我嗱即係如果你即係早啲掛八號，如果真係7:00落波嘅話，咁就全部都要包啦。即係唔好話打風啦，因為呢個風太弱啦，熱帶風暴啊。即係好似苗拍咁樣，最終撐唔住啊！喺4:40就已經講埋三號強風信號，即係呢個強烈熱帶風暴，你記唔記得啊？6月幾嗰陣 ？OK， 嗱，今日9月4日，係即係我預告啦，我喺會喺即係今年啊12月尾，我就講呢樣嘢。即到時聽清楚，12月尾即係28、29、30、31，即係隨機，即係我就會講嘅。啊，你留心啲聽啊！即係我講咩，你應該會聽到。但到時先講啦，因為咧4個月之後先講，3個月。嗱，今次 BF 一得兩次 MVP， 即係好簡單。1S 入咗嚟，即系 1S 工會啊，即系次次佢哋攞第一，一個就狂爆頭，一個就唔知系咪真外掛，次次鋪鋪都15萬幾個，少過10次嘅定。嗰個叫 1S Horse 229嗰時，唔知系咪真外掛喎。總言之，逢係即系工會一定有啲外掛嘅，即系 1S 即係意思係永遠第一，即係見過嘅工會啊 1S 1M。TACG、TWGP、THUN、THUD 嗰只，即係呢啲工會嘅最多。即係唔好，即係如果印象中一 M 全部都係外掛嚟嘅。即係另外一隻嘅，我記得我成記得有一個一 M 嗰個叫 PAS 咩 ，Corby 啊，佢嘅。Tex Warrior 佢槍爆頭，即係槍爆，即係自動瞄準效果。要搞定。咪開頭又話我中斷連線，跟住我走咗一個 DLC server 啊，發烏要錯第一名嘅42嘅輸零次，點睇咧？係我聽你帶曬書翻去咯，我攞命咩帶曬書翻去，咩死人喎、啊？帶個袋仔翻去啫。係喎，其實好耐都未有講過咧，幾時先回報啊 ？GPS 我知唔知啊？記唔記得？記唔記得 GPS 啊？幾時先回報啊？其實稿已經準備，唔係話基本上我講嘅對白都準備好，基本上。齋背啊！即係我自己心裏面諗咩，即係講出嚟。Nice 啊 ，kick 喺同一個地方，即係話我哋歷年嚟最近嘅地方，你係咩足球場地下嘅水渠 kick 喺嗰度？唔知係咪阻塞咗，所以 kick 喺嗰度？唔知係咪？喺頭先玩艾貢新聞已經有敵人，已經覺得一 S 係已經玩外掛，即係冇理由點解嗰支 M 1907嗰啲自動步都掃輪，點解射兩槍就死嘅？
佢咁勁啊！除非你爆頭啫，但係冇爆頭啊！即係仲有啲咩？我即係舊年九月四號咧，唔即係首先喺九月三號，即係我首先飛完，即係嗰時飛完佛翻嚟，即係嗰時候見到啲學生，即係開頭以為佢哋係補習啦，後屘我見到佢哋稱啲書，原來即係先知道原來我踩完單車，原來先知道原來佢哋係買書，我唔記得買書啊！喺四九月四號，即係今日啦，正正立法會補選日，我就去，即係九月四號，即係星期日先去呢個蓮蘇華明書局再買書。我真係一時興起唔記得咗要買書，攞書啊應該係正確啲嚟講啊。咪應該攞仲未有嘅貨，仲未有嗰啲書。第二前年一五年就係拖學期都會。即係自從呢個 Dash 版冇得再玩之後，基本上玩一個 Dash 版真係好難。你除非呢個 Dash 版即係佢個租用期限即係完咗，跟住又再起到個新嘅 Dash 版啦。即係如果唔係，我就永遠都入唔到去。即係如果即使再我入到去之後，即係入到一次，但係之後咧入唔到咯。可能佢講咗話永久禁止，所以我已經冇得再入去玩。即係你都知啦，即係如果你辣親 BAD 啲人，一定會即刻禁止你。即係冇 BAD 人，冇 BAD 嘅，即係冇 BAD 裏面嘅人咧喺度，即係淨係得第二啲人，即係唔係 BAD 啊？可以復仇計劃，但係相反有 BAD 就即刻唔可以喎，因為 BAD 係本嚟佢可以 dance 你行蹤喎。即如果遇到 BAD 呢個真係 O 曬嘴啦，咁係咪真係要走？你如果真係放俾咗機會，係咪真係唔可以做幾十隊友？屌你傻嘅啫！打唔打八號？打八號機會都太低，真係。我想問，即係今日九月四號嗰陣翻學有咩做？即係十二點七先放，即係你唔係外坐幾個鐘咁啦？你話預早上幾堂？即係今年，唔係即係今日啊！即係呢個2017香港小姐競選決賽，即係有名單，即係 Big Channel 睇曬佢哋直播，但係真係有人話垃圾嘅人啊！呢啲咁都攞冠軍，冠下季軍。這個 TIF House of Baby 4呢個 Gas， 即係話 Gas Server， 即係冇佢即係玩呢個自訂，即係佢唔玩極難，即係你都知啊。即係如果入出去一定變咗自訂，即係自訂就係殺唔到人，其實殺唔到人，好難啊，其實。
即係我前日走去即係做呢個手部運動，即係落嗰陣時落微微雨，但係冇人喺街，唔係喺個公園度冇人啊，基本上。嗱又話警方啊喺元朗同埋呢個天水圍拉咗76條友，即係因為涉及有黑社會同埋有三合會嘅背景。但即係如即係我即係判斷下會唔即係嗰時打出一批即係攞買嗰啲仲未有貨嘅書，再開頭喺大堂度落車，即係見到警車，即係呢個警車係咪真係要捉嗰啲黑社會？我估未係，未算係。但佢話拉咗76條友啊，即係年齡介乎16至到69歲。16歲啊，即係中午啊，即係你都知啊，即係咁，即係仲未18歲，即係已經唔人，即係已經加入咗呢個黑社會啊！即係你話幾可心啊？即係你話年紀最細都12歲，即係12歲就已經學人出去揾滾咯喎！即係估，即係小混混，你知唔知啊？即係黑社會多到數唔曬，即係因為佢係想即係霸氣啊嘛，成日話俾人蝦機，話要出頭。其實即係預言講中，即係啱啱即係聽到我阿爸話咩？唉，喂，知唔知啊？嗰啲由大陸轉過嚟讀中學嗰啲學生好勁噶，佢咧數學又勁嘅，中文又勁喎，生物啊、物理啊、嗰啲科目嘅體育嘅追得好勁啊。不過仲有就係英文係好渣。不過你話即係講中曬我哋而家讀 boy 班嘅插班生，嗰啲全部噏中曬，係啊，即係波科技大生英文就喂，咪即係實際上，如果你即係中午嘅，真係好難，一定要四科啊，即係中英數通咧，四科裏邊一定要全部平均分要高過44可以先。如果你有一科啊低過40嘅，就唔可以升班，其實要留級，所以話要攞40分真係好難。更何況我就諗數學。即係抄期，即係嗰本書咧教圖形，我唔識圖形，咁可能我分就低過40嘅咯，真係唔得。啊，即係講到曬啊，十全十美，但係細估唔到，即係而家讀 boy 班嘅一個女仔竟然中意咗佢，哇！真係唔敢相信啊！或者即係中意咗已經係好耐之前嘅事嘅，好耐嘅已經，即係已經七喎。已經5、6月幾嗰陣時，依家6月幾嘅已經，即係我其實好耐之前已經知道。LV to MPS， 哦，你做乜蛋啊？他想解呢個 MPS 啊，即係嗰啲工程兵嘅咩？佢話喺連即係佢我記得有一個要求就係話喺連線模式裏邊連10點，跟住又要咩？攞個人防衞武器3次，我自己都幾攰。但即係我冇留意到，原來你入咗嚟。不過揾你就一定要靠 M V V。我已經見到你走去 C 啦。OK， 佢走咗去 dock 㗎。哦、你又唔好殺我啊！你殺我，我屌你老母噶 ！level 80。其實一講起 MPS， 我就講翻我前年3年前我就
即係想揀一支武器都比較難，特別係 L85A2， 即係佢嗰啲要求一定要喺一條一個回合裏邊做。即係好似 Battlefield 一，即係有一支槍啊，即係小沙輕機槍、望遠鏡，要喺一回合裏邊攞嗰支貝洛特梅西嘅望遠鏡、自動機槍懟冧十五條友，仲要一個回合喎。啊，畢竟拍十個機殺好易啊！啊，先揾十五個貝洛特西耶機槍好難喎、啊。即係我即係實際上啲槍法好渣，好廢嘅，可以話好廢，真係好廢。即係諗翻啲槍真係比較難解。你輸眼啦，呼呼！死你 ！sorry， 幫唔到你。fuck， 格羅方，你輸眼，我幫唔到你。下一句，哦 ，no on，no way。No way, bitch！ 你揾第二個幫你啊！我唔想幫你，知唔知啊？我唔得閒啊 ！BAD。